叔啊，哎呀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认真。这就照完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大伙啊，其实照相这活看来挺累呀。咱维持的做事儿，一点都不累。<笑>要不说随场啊，你能干这么大，我跟你说，还是有跟他会说话有原因，信不信？但是有原因是有原因，我觉得呀，会说是可以的，但咱们必须得做好。做好那。你赐教授，不是那个赐教导他们上啊，我只是提个建议啊。从管理要认真，工作要认真，踏踏实实的，脚踏实地嘛，一步一个脚步的做，千万呢不能这个腐败，也不能这个徇私枉法、贪赞舞弊，这都不行啊。我懂了，叔，我就以大家为主，集体为主，不以个人为主。 我说这些话说的真硬啊！我今天跟你交个实底儿啊，我们我还有刘能，我们三个这次为什么能组团，也可以说是组合吧。说人在一起呢，叫团伙；心在一起呢，叫团队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啥要组合了，那东头一走，西头那都得一串联呢，你知道不？其实呢，你四叔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只要我们仨能联合起来。 基本上在下象山，我们想做的事儿就是没有不成的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能参加到你这水厂来，你就放心，我们别看我们这老哥仨，我们绝对会发光的，这点你放心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光芒一定万丈。你辛苦了，辛苦。行，那就没事，我们就先撤了。撤了，行行行，行行行有事就吱声啊。嗯、好，放心，绝对配合。这几个老人真不好弄。